我收个声啊，谁啊？练了练练练腿，不是练腿，练腿练猛吗？昨儿练腿了。哎，你为啥不把这保护膜给撕了呀？站的这个位置呢，就是中轴线了，看到了吗？谢谢大家来参加我的演唱会，谢谢。北京中轴。发现了什么？这是我们上学的时候用的。还真是，我上小学初中的时候我就用过这个。来，开始吧。是那个的声音吗？好神奇哦。哎，
孩子该有的模样，而不是装成大人模样的世子。你还是那么好骗。石影，你觉得凭你和朱银就能困住我吗？能跟上吗？